次数学。如何？很酸，很酸。大家好，我是虾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浩浩。Hello。我们今天要玩什么？我们今天要玩火山研究所小达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A B C D 是不同的香味的粉末，然后它的颜色也不一样，然后还有后面还有一个紫色和绿色的粉末，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盒子咯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把盒子剪开，它分成三等份。那我们第一个实验呢，需要四个格子的那个盒子，四个香料放在四个盒子里面，倒水倒到那个这个吗？下面那条线上。哇、你这单单的狗吸的，这单的狗吸。这个是什么？水蜜桃。水蜜桃那一种。A 是水蜜桃。甜耶。黄色的是什么？好酸的味道。柠檬。柠檬。超酸的。很酸。姐姐，你倒错格了。啊！这个是橘子吧？黄口味。这是什么呢？蓝色的是什么？蓝色的是什么？我闻不出来，很奇怪的味道。它就爆出来了。这是数学。搅拌好就把搅拌擦一擦，再换下一格。这应该是要勾勾的吧？下面还有粉。水蜜桃、柠檬、橘子、不知名。它不是橘子哦，它是凤梨。凤梨。哦，第一个实验就是各个颜色、各个香味做出来之后，我们来换拿六个格子的东东出来，噔噔，然后开始吸你想要的颜色搭配，然后去做调色的动作。所以你们用红色配什么？一定要平衡。你想想看啊，什么颜色配什么颜色会变绿色呢？你要想想。忘记颜色，把洞洞了。这是姐姐的颜色，这是浩浩哥哥的。在第三个游戏，拿出你们的椭圆形的盒子。椭圆形。好的。先倒水。当里面的那圈的线，再剩下一点点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加上紫色那一包粉末，加一点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。给线。好了，就拿起你们的小滴管，然后去吸彩色颜料，然后一滴一滴慢慢滴下去，它就会变成一颗一颗的小球。全部的珠珠弄下去就可以咯。这是第三个实验，还有第四个。这颜色好漂亮啊，好像水晶宝宝，很像吧？太大力了吗？继续。在最后一个步骤，把绿色的粉末倒进去。粉红色的煎盒掉下去，差不多呢，还是比不多。如何？很酸，很酸。啊！你来是比我多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治愈果子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好酸。喜欢的可以找我看哦。所以我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好帅。